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你需要建立的页面可以是网站或个人介绍，网站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介绍，网站政策页面。这些页面都是让谷歌认识你这个网站有效方法。毕竟若一个网站在无任何背景信息，无任何其他知名网站的支持下，很难让谷歌认同其创造出来的内容质量是否有保证。九、主动链接其他权威网站。谷歌一定是希望你的网站所产出的内容是准确的，是可靠的。主动链接到其他权威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谷歌觉得你这个网站或许与其他权威网站有一定关系，或许对该领域有着一定了解，所以才会链接这些领域中的权威网站。举个例子，如果你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税收制度的文章，而其中的包含了中国税务局官网的链接，用以作为参考或数据借用，用户和谷歌会认为你的这篇文章是具有一定准确性的，是做过一定的资料搜集后产出的，由此会有机会肯定你的文章质量，从而提升排名。总结，以上所提到的九点因素都是谷歌用于判断一个网站权威度以及是否真正有能力帮助到人们。因此，所谓真正高质量的内容，指的就是具备一定权威性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帮助到人们解决问题。而要想达成这两个条件，就需要你严格遵守文中所提及的这九大因素，有条不紊地为你的网站内容进行优化。有没有成本更低、更快速度完成 Google 排名推广的办法呢？答案是有的。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在同等长尾词条件下，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有很多朋友会说，拍视频的成本太高，海量生成不现实，所以今天推荐一款 SEO 神器给大家 ,Cat Video。采用 AI 引擎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帮你捕获精准客户。